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家，欢迎各位，我们的花少旅行团，欢迎大家，欢迎。好，下面欢迎蕾蕾，辛芷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辛芷蕾。Hello， 欢迎。下面来我们花少旅行团，你们一拥而上吧，好不好？对，随便跳，没事。对，拿到就不能换了啊。好，依次揭晓，好不好？来吧，三、二。西兰花，绿绿，好绿好绿，西兰花，好，准备啊，勇敢的坐下去啊，三，咱俩轻轻坐嘛，勇敢的坐下去啊，三，二，一，请坐，二，一，请坐，好，祝贺蕾蕾和雪琴在最后一个时刻拿到了红鲤鱼的身份。下一题，啥意思？艺人名字类，这么有特点吗？这怎么能是雷震宇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。带你来到我身边。天竺，天竺少女。吹吹吹，这演技不行，回去。吹胡子脸。第一组派出的是秦岚、谭健次，对的是辛芷蕾、丁程鑫。有请。拜拜。我可以扑秦岚是吗？大哥，我要扑他，他就要打我，我跟你讲，冲啊，这可以误伤，没事，这个女的心态，我咱俩可以商量，你不要太爱我，你就不应该把小丁换过去，玩这个游戏了，小丁加油啊。规矩是这样的啊，不管是红还是蓝都是进攻男生，就我们不打女孩子，好吧，不打女生，多多包涵。如果我不会手下留情的，我可以用这手啊。你是用这手快点，外面那只手，这手快点，外面那只手，弟弟用外面那只手，因为你这个手要拉着他。你反应太快了，要限制你一下，弟弟。这手太慢了。没事儿。哇，这个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各位先沾沾粉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游戏我在好六第一次玩，然后还碰上了小丁。来准备，不要紧张啊，大家都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朋友们不要闭眼，大哥。来，请听口令，红色放下，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蓝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蓝色攻击。这个游戏我在好六第一次玩，蓝色攻击，哇，蓝色攻击，大哥可以啊，哇，他快，大哥快，哇哦，大哥可以啊，大哥，我快吧，对，但是我没打中，大哥快，你跟之前口令咋不一样了呢？他之前口令有重音，他攻击的时候他会重一下，他现在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粉色攻击才打，对，粉色攻击才打，对，你不要打错了，你这个人玩游戏都不听清楚，你在唬你。好，现在大哥率先积一分啊！现在要看哪边先积到三分啊！好，来，太难了。来，请听口令，放到起始位，蓝色放下，红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红色攻击，红色攻击。不要再打了。那么先打到的是秦岚。这俩绿绿还挺厉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他手打手打我了。其实是辛芷蕾快，但是被挡了。好，那么现在2-0，二比零，继续加油。我这里吧。
了，一定给你挽回一局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来，加油，请听口令。红色放下，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红色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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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。我刚刚眼前左眼是红的，右眼是蓝的。朋友们，这个值得看一下，刚才这怎么脸上这么多东西？来。那红色来得太晚了吧，也小丁已经把蓝色盖上去了，雷姐发现这个，哎，我来都来了，必须给他摁上去。是这么想的，你打到我这儿啊？没有，人家是红色攻击啊，我听见蓝色了。蓝姐真的好优雅呀，她真的这样。Cool。这一分怎么算呢？首先第一点，首先第一点，两位男生呢，首先弟弟不应该打大哥，然后呢，刚才呢，秦岚确实没有打到弟弟。嗯，那我出手快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你虽然最后大哥脸上有红色的东西，但是就这一分就不能算，好不好？对，就白挨了。对，白挨了，白挨了，白挨了。对，好，来，雷姐好不容易拍上一次，二比零了，现在我给你弄少一点啊，二比零，二比零。你好变脸，你现在唱京剧。来，二比零，来来，请听口令。嗯，你看大哥这个眼神，给你一个眼神，自己体会，弟弟。来来，请听口令。丁程新快，丁程新快，小丁快好多。弟弟拿到一分，现在二比一，二比一，可以了。好，继续，二比一，现在是个赛点。我好想哭你一脸呀！我都控制不住我的，我都控制不住了。现在是个赛点，如果拿到这一分的话，就是大哥你们就赢了啊！好，来准备。现在是个赛点，如果拿到这一分的话，大哥你们就赢了啊！请听口令：蓝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红色放下，红色举起，蓝色举起，蓝色举起。别激动，举起，我只是举起。举起，对对对，举起。来，请听口令。不要挡我啊！不要挡我。来，请听口令：红色放下，红色攻击。攻击，秦岚快，秦岚快，谁把粉扑都打掉？谁把粉扑都打掉？秦岚快，恭喜，可以可以，谭念慈秦岚获胜，好，场上比分三比一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哇、wow, 大哥哇，谢谢两条绿鲤鱼，待会儿就把你们换走。他们都快变成蓝鲤鱼了，都，你看这脸上，彩鲤鱼，彩色鲤鱼。我现在就是那个红绿灯了，现在红绿灯。怪我，怪我，对不起。没有没有。他，怪他，没事没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行吗？怪他。哎，还挺帅气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没事，我看你玩的挺爽的，确实挺开心。我感觉我画了个眼线在这儿，挺好看的，画了个眼线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
完了，整队都卡住了。好，下面攻击的是辛芷蕾，传送带上的是先旭同学，来，加油，姐，你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的，这个吗？你手在墙上，这个。松手，松手，走啊！一二三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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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来一下就慢了吧？一二，不算呢，不算。一二三，看，一二三，看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好，来。成功成功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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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拼了，我拼了！我怎么觉得是手顺着我们头在走呢？我觉得雷姐，雷姐是我们往哪边转，她往哪边指。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不是，他刚刚他是这么玩的，他是这么玩的。一二三，看哪边？看哪边？啊，这边，这边。请说出动物园里面的。三个字的动物，一定要三个字的。那太多了。好简单。他们这个题太简单了。来，准备挑战开始。三二一，长颈鹿。三二一，梅花鹿。三二一，眼镜蛇。三二一，米老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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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物。唐老鸭。三二一，大马猴。三二一，花蝴蝶。三二一，东北虎。三二一，大笨象。大笨象。大笨象。大笨象是什么？三二一，眼镜猴。三二一，大笨象。三二一，百灵鸟。三二一，黑蚯蚓。三二一，大熊猫。三二一，小熊猫。三二一，长颈鹿。三二一，大熊猫。三二一，大熊猫。三二一，花蚊子。三二一，还有啊。三二一，大老虎。对吧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二十个嘛。我觉得他们答对了好多啊。米老鼠是接受不了的啊。米老鼠，动物园里可以有米老鼠啊。那不是动物园，那个是迪士尼乐园。米老鼠应该在迪士尼。米老鼠这种答案都扣八分。米老鼠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卡通动物，卡通形象，它不是动物。嗯。你如果跟迪士尼的朋友们说米老鼠是动物，他会非常生气的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米老鼠的粉丝。选二，选二，选二。来，请选择，请选择。你看，我为了让辛芷蕾高兴，我选了个二，选了个二，没有用的二。秦岚姐在说话，你们理一下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来来来，秦岚姐说了好多话了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五号，五号今天用的都是防水的粉底，防水的睫毛膏。你大爷，我选的，我刚才这你完全是误伤的，我选二号，但他坐那边了，但他坐那边了。是这样的，我替咱秦岚姐挡了一刀是吧？哦，你就完全替他挡刀了。太逗了，因为秦岚一直。也没有人听得见，没有人理我，妹妹，只有你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姐，没有办法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，唱海陆姐。哇哇哇！全票通过。我是防水的。哎，你是防水的吗？请说出三个字的。弹剑刺的缺点，来，随便说，快开始。太丑了。我
嗨，嗨。帅酷酷的哎好，帅酷酷的哎好。哇！雷姐说啥？她说太远太远，好。嗨哎哎哎好。来吧，请选择。请选择。应该我们会看到五个五吧？就是谁输了选谁。谁输了选谁哈？这边说了，秦岚姐说了啊。别的，你这不防水，这他瞎说的。你这防不防水啊？不防水。不防水、啊。各位，请选择。二号了。呀呀呀呀！你们不能选我。还忙着聊天呢，雷姐。喂，我的妈呀！都没完了。防水的，听说这个是防水的，雷姐。他怎么好几下是啥意思呢？但是，犯规了。怎么了？他躲了。我都没躲。对，躲了。所以他多喷了一下，因为他躲了。对，他喷了两次了，都已经很多了。你等着。你说出三个字的女生很讨厌被问的问题。来，准备开始。你多大？你白吗？你白吗？来继续。你丑吗？丑吗？稍微等一下。你们三个是真的觉得这个问题能问得出口的啊？啊，你丑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说女生会讨厌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我这个位置很尴尬，他俩你丑吗？然后只能你可以说啥嘛，对不对？你丑啥？这个女生其实也挺白，你丑吗？不是，刚才你白吗？我已经觉得很冒犯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吧，比如你问一个特别黑的女孩，你说你白吗？她肯定生气啊。我就不高兴。啊，对吧？嗯。还是不对。好，他们已经按了。哇哦！哇，你们三个人要是但凡有一个人选错了，那个人都要完蛋。哇！这边三个三。为啥？你老说妈妈妈的不爱听。太场外了吧，你这样。好了，祝大家好运不断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花儿与少年思路记。